我们净宗同学应当要晓得，我们遇到这个法门，决定不止啊，是这一生才闻到啊。过去生中，多生多劫，不知遇到多少次啊，才有今天这样的善根呢、啊。一听就欢喜，一听就能接受，这是说明是。你过去生对他已经很熟悉了，那为什么那个时候没走得了呢？只有一个因素，情执没放下了，对这个世间还有挂念呢，啊，或赞呢？后悔啊！你赞叹阿弥陀佛，你毁谤阿弥陀佛啊！在无知的时候、不了解的时候毁谤啊！啊，一遇到善友，给你讲解，你明白了，你就忏悔了，你就赞叹。啊，无论是回谤是赞叹，你知道有阿弥陀佛，你阿赖耶里面就有阿弥陀佛的种子了，这就是善根。这一生不能成就，来生后世多劫多生具蒙解脱。你有了这个善根，以后遇到善缘，你肯定往生净土啊，所以这个法门里头常讲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，你看到阿弥陀佛的形象，知道这一尊佛是阿弥陀佛，听到念佛的音声，听到读诵经典的这个经句，阿赖耶里面都形成了种子，这个种子祖师大德称为金刚种子，永远不坏。这多劫多生，你哪一世的人生又遇到这个法门，就可能成熟了。我们净宗同学应当要晓得，我们遇到这个法门，决定不止啊，是这一生才闻到啊。过去生中，多生多劫，不知遇到多少次啊，才有今天这样的善根呢、啊。一听就欢喜，一听就能接受，这是说明是你过去生对他已经很熟悉了。那为什么那个时候没走得了呢？只有一个因素，情执没放下了，对这个世间还有挂念呢。啊，挂念里面最重的就是情执，你没把它放下。那、啊、这个东西放不下，就是李老师所说的了，你就不能避免长劫轮回啊！你在六道轮回里面呢，很不容易遇到佛法。你就想啊，你想想，如果你来生得人生，这全世界有60多亿人，你是其中之一。你生在哪个地区，你
有机会闻到佛法吗？闻到佛法了，听说有一个佛，听说有佛教，你知道有净土吗？不容易呀，太难太难了。这个比那个彩票特奖还难呢。啊，所以这一生我们真的是中特奖了，那你一定要把握住。啊，真正能把握住，你这一生决定就成就了。这个法门广大，不在乎什么样的根性呢？哎，我修得不好啊，修得不好也能去。啊，只要真正能够放下万缘，啊，这个世界拉拉杂杂事情再不要牵挂了。牵挂这些事情，那就是六道轮回的根，你没断。啊，什么都得放下。啊，心里面只有西方净土，只有阿弥陀佛。你就决定得生，决定一生成就。所以幕后总结啊，这个总结得好。至于当事，若问何人正是当机？啊，在现前你要问什么样的人是净土的当机者啊，这个法门的当机啊，我们今天讲这个经的无量寿吧，无量寿经的当机啊，这不问男女老少，也不问富贵贫贱啊，上至下愚，久修初学，这初级初学续根的立顿，善恶差别都不需要问，只要于此法门能生实性，这一句关键在实字，真实，一丝毫怀疑都没有了，啊，真信了，因信发愿，你真信，你才真想。求生极乐啊，真正向往极乐世界啊，极乐世界在哪里？在净土三经里面，三经都是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，我们应当把三经怎么个看法呢？三经里面讲的是我们的老家，阿弥陀佛像是我们的父母，诸上善人等觉菩萨了，无量无边呢，像是我们的兄弟姐妹。我们自己无知，离家出走，受这么多的苦难，现在知道家里好，赶快回去啊！啊，别再受这些苦难了，冤枉啊，不值得了。啊，从愿起行，怎么个行法呢？底下这两句。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啊，菩提心是个觉悟的心，不再迷惑了。啊，一心一意求生净土，这个心就是大菩提心。啊，一个方向西方，一个目的极乐世界。一心一意要想亲近阿弥陀佛，这样的人呢，正是当机啊。
啊，那我们想想，我们要不要做这样的人？啊，给诸位同学说，做这样的人不难呐。哎，这个世间难事，求人难啊，这登天难，求人难呐，这可是求自己啊，都不求人呐。啊，自己真的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问题解决了。所以，往生极乐世界，第一要紧的是什么？听经。这一点都不假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49年讲经说法，没一天空过。那是什么呢？那就是慈悲济世啊，普度众生啊。啊，化解你自己的灾难，你的贫穷困苦疾病啊，你家里面种种不幸的遭遇，经典会教你啊，今天社会混乱，今天灾变异常，你要真正听经说，你能够化解啊。佛对一切众生无尽的慈悲，无尽的智慧都在经典里面。你不听经，你不懂啊！你不听经，你不会放下。你要真把经典这个佛法了跟我们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不要劝了，你自然放下，你不会留念的，因为你明白了，你觉悟了。啊，你不肯放下那些东西，全是啰嗦。那些东西全是错误。啊，你放下了，你就回归到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慈悲了。你就回归了。那自信本有的。你智慧现前了。你才真正有能力帮助一切苦难众生，啊，能帮助别人，当然能帮助自己，啊，帮助自己在一生当中圆成佛道啊！啊，我们不必拖那么长的时间呢。啊，今天果然搞清楚、搞明白了。我们跟阿弥陀佛现在就同心。啊，阿弥陀佛是什么心呢？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正觉心、慈悲心，这阿弥陀佛的心啊，我跟他相同啊，跟阿弥陀佛同一个愿望。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这个愿望具体就是这一部经上讲的48愿啊，第六品所说的啊，跟阿弥陀佛同愿，跟阿弥陀佛同解啊，这部经真正明白了，真搞清楚了，一向专念给阿弥陀佛同心。你看，你跟阿弥陀佛四同，心同、愿同、解同、行同，这就是完全相应了。完全相应啊，一念相应，一念佛了；念念相应，念念佛。你不往生，谁往生啊？
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。